Hello Hello，继上次的开包啊，我现在就这一期把我剩下的两元卡包就是一下子给大家开完吧，一下子就给大家开完吧，因为作为这个卡包的来说吧，这是一张 SSR 的李洛克，然后这还有四张，大家看这个普通的二卡，那么希望这里面可以开到一张 UR 卡，怎么都给我尽量的 UR 卡开一张，或者开一张 AR 卡的我缺的那一张吧。对吧，然后好像这个愿望我觉得就比较难达成，对吧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这个卡游抽到后面火影忍者估计会，我觉得以后的 SR 卡或者什么他就会出单独的尾兽作为一些特别的卡，对不对。哎，这张是卡卡西的 SSR 卡，作为两元包其实你只要开到 SSR 卡就属于不亏，应该就是可能说属于不亏的，当然这个卡啦这个也会有贬值通胀的一个压力，所以说这个也要看后期。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这个火影系列它不要烂尾，为什么就是说它不要烂尾呢，就是我们前期的卡才会有一定的意义。当然了，这个有意义也不代表你自己会卖掉嘛，但是自己就觉得收藏还是比较有感情的。当然我觉得像我之前开的一些都是老卡嘛，就是老的动漫的一些卡，就包括 Seed 啊，就像 Seed 已经离我们其实真的有20多年的一个距离，然后再开到这样就怀旧。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火影的卡，就包括我现在开着，然后以后哪一天再把这个卡拿出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分享，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回忆。因为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每一代人的独特的一个记忆，所以我说这一个就是也是这种开卡的一个乐趣吧。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一些知名的博主，他是开那个奥特曼卡，那么开奥特曼卡呢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其实也是一些大人开吧，也是满足自己当年的一个童年的我觉得一个想法。因为就是在比较早的当年啊，就是说比如像玩这种卡还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经济能力，那么当时可能就是并没有那么多钱去一个这样的游玩，那么到了后期呢，就是现在财富啊等各种都比较独立自由了，那么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实践，对吧。然后这是一张秋道丁座呢，就是比较普通了，对吧。他的背画术其实他跟他儿子丁次两个背画术当时打佩恩嘛，虽然也是落败，但是确实因为佩恩是个开挂的嘛，然后是朱露蝶组合的父亲三人，对吧。也有景野啊，景野的父亲，对吧。他们其实木叶很多都是有传承的，就包括三人，按照那个岸本的说法，其实最早的三人其实在很早动画当中就已经形成。哇，这张是 UR 卡的小樱，又多一张 UR 卡的小樱，那么我的 UR 卡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实现了，在这盒不可能实现，因为这一盒里面开到一张 UR 卡就说明悬了，对吧。虽然这张 UR 卡之前一直没有，但是作为现在来开到吧就比较郁闷了，比较郁闷了，因为他现在开到了，就使我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尴尬了。那么估计还是得交点学费，但是其实像 AR 卡花钱还是补得到的，但是像那个一个银卡柜就补不到，对吧。然后是一张澳洲子的 SSR 卡，澳洲子这张卡我记得应该是就是跟鸣人对搓螺旋丸，然后被卡卡西老师打中水箱，然后是雷切术是属于直接的一个攻击，然后是我们的鸣人的螺旋丸是属于后面爆炸性的攻击，所以让佐助啊更加就是下定了决心，他要叛就是投靠大蛇丸，不能说叛变木叶，因为他其实跟木叶没有多大的仇吧，当然后面是会真的有仇，就是前期他只是想报仇他的哥哥，其实他前期更加就是想报仇他的哥哥宇智波鼬，对不对。所以这也是一对可怜的兄弟啊，可怜的兄弟，对不对。所以说这个两元的卡包，哎呀就是这样看吧。这是又是一张普通的山中锋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然后是四张普通的一个二卡。所以说二卡我现在这个真的已经是多了放不下了，都是一摞的。这个就想起以前干脆面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像有时候骗一波钱，其实骗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。哎，这张名人这张卡不错，虽然是重复的，就是骗的还是同一波人。因为我们对同一波人他们就反复薅我们的羊毛嘛，当然我们也是已经习惯这样薅羊毛了嘛，对吧。
就相当于我们开这个卡，其实很多真的都是大人在开，其实真的小孩子很多的一个开吧，其实我觉得一种是拿家里的钱没有经过父母同意，另外一种其实父母也是作为后面的一个潜在支持，然后让佐助的千鸟对吧，其实像孩子其实很多买东西还是应该经过大人的允许嘛，对吧，这些小孩子，不然那个到时候家长找到老板娘就麻烦了，对吧，然后实际上奇木卡卡西的看，所以呢现在还有两包，所以说不知道能不能大力出奇迹，对吧，像开了一张，至少再给我开到一张 UR 卡吧，对吧，哎，好，然后看，没有，哎，那么 UR 卡，那我要不只能到网上花钱给它补齐了，这是我不想做的，因为我还是想自己开嘛，对吧，然后是一张小印，好吧，那基本上就是这一期就是基本做完，如果还能看到我的更新，那就说明我去买一元卡，如果看不到更新，那就说明我很有可能就放弃了这个开卡，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，再见。